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你的朋友阿涛哥。刚看完片头，有没有觉得很疗愈啊？是不是产生了疑问？为什么我的咪呀都不会暴起到22000以上呢？为什么时常都是看到别人在暴起都没有呢？是不是都有这些疑问呢？有看到这支影片，咪呀自然会分欧气给你啊，让你香一波啊！如果你喜欢我的这支影片，别忘记在下方按赞、追踪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哦，拜拜。